第十三题，骨折用的石膏绷带及制造石膏像所用的烧石膏之主要成分为下列何者？我们老师上课教过，有一种东西叫做硬石膏，硬石膏呢就是硫酸钙 CaSO4，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所谓的烧石膏，烧石膏呢就是有两个硫酸钙配上一个结晶水，还有一个就是我普通话说的石膏，那么就是一个硫酸钙会加上两个结晶水，那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是什么东西呢？都是硫酸钙。所以第十三题问我们说，我们所用的烧石膏的主要成分下列何者？我们答案呢要选的是猪硫酸钙。